哦，又要跟这个狗一组。哎，不对哦，这样不对哦，这样不对哦。来啊来啊来啊！没玩好，没玩好。不是吧？不是这样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啊。我先轮吧，我先轮。我们要是这个世界第五吗？哦，哎，不是不是不是，不行不行不行，OK 不吧？是，冷静。哦，你那一组棒棒嘞，你一次带两个干妈哎，你现在就是那个快乐旅游团。对。哎，对对对对对。我被蚂蚁打，不是不是不是。有，你有病。对对对。对，我没长进，被丁黄欺负。不。每个人70枚，对吧？随便压，随便赚，不可能那么刚好吧？可能，不可能那么刚好吧？亚洲杯的黑醋面是哪一排啊？海酒。我只跟你说，那是一定好吃。是干面吗？汤面。哎、欸，有，好像是干面，都有吧？你可以自己做，有点忘了，我要查一下。你也没吃过。预备。我怎么可能吃过？普瓦丁义还取中文呢、啊。哎、欸，你知道我打丁义，他会直接出一个大便吗？是哈，米老鼠，老鼠，那肯定大家都画米老鼠，米老鼠，米老鼠，老鼠，奶油龙虾饺加水，哦，放在一起烤，米老鼠，米老鼠鼻子是这样的吗？为什么我印象不是这样？我天！米老鼠的鼻子是尖尖的我怎么长他鼻子哪有这么长啊我就没有印象哦发发包的容量大概多大好像60G 吧差不多吧好像差不多要10年了魔镜给我的年终多少不知道哎、欸、几千块吧好像是给我几千块吧这本来就是团队游戏，你不想打配合，那你就去玩别的，去玩星海争霸、啊。那你就去玩星海争霸，啊，不然你就去玩世纪帝国。咚咚咚咚咚。数据还得搭建。反倒了。还是我就应该白目给他滚。你就看会不会有数字掉出来。不是，是我没技能。哎呦，哎呦，快救他！他也打的不是你的。哈哈哈哈哈可以吧？你们快上啊！嗯，这里位置这么差啊？不会打到的啦。没想的那么好的，我可能打到。哎呦！哦哦哦！你是在干嘛？有个桌子爆炸的声音。我觉得可以一杆呢、欸。我感觉这样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哎、欸。哦。厉害！你这个。哎、欸，不是哎、欸，我手把坏掉嘞、欸。哦、這個，你这样子很神秘哦。你这个理论太强了。哎、欸，我也没打死人啊不要！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白痴了！不要了，不要！不要！对不起，我不会动，我不会动，我不会动。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他是不能连个游戏的。不行啊！你才三分了啊！我没跑，我没跑。要这样拍，我拍是这样三角形的。我脖子啊！哪一个？哪一个？最下面的一个 啊都不是啊，阿杰赢了，阿杰应该赢了，耶，骨头，阿白，啊，轮到我啦，堆蛋高手来喽，哎、欸，是碰到就碎哦，还是碰到就碎哦，啊，怎么可能给他碰？欸为什么？爆炸弹高手！3、2、1，跳！要跳！跳！
哇！对，你是那个、欸、那个企鹅下水、欸，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输给大凯吧？哇哇哦！他飞起来，懂不懂？先慢慢的，慢慢，慢慢。嗯，我感觉只要有碰到那个底，应该就赢了。爆！哇！世界纪录！没有没有，我上把我捡到一个护盾。就没有打到、啊，修改修改，烫不烫啊？哎，烫不烫啊？怎么还没结束啊？哎、欸、哎、欸，你也被烫死、欸！啊哟，我一路，Really pack， 不是一路的地啊啊！可以，谢谢谢谢谢谢，完蛋了！他把我按暂且，他把我按暂且，完了，他站起来了，完蛋了，大凯出事了。太棒了！出事了！出事了！啊！那就来玩一下滚石头，大凯的最爱。啊！毛在玩呢、欸，神经病呢、欸，真的是神经病呢、欸。滚石头。毛那个。我觉得懂的都懂，懂的都懂。我套用那个周刊的一句话，丁义说的，有些人就喜欢在妹子前面。没有没有没有。哎、欸，你换个地图啊！不要再透明了，好不好？嗯嗯，是不是？你先换个地图，你先换个地图。哎，对对对对对，全身透明，好不好？直接裸体了，好不好？好不好？风之谷要玩裸体游戏是 ？OK。哦。你这解答碎片王真的没有哎、欸，我有。哦 ，My。God! Oh my! Oh! 有啦，很赚，有啦，一千一套了。What the fuck? 你可以再丑一点，没关系耶。冠军，算了吧，我是不敢奢求，但我队友好像很强。传奇射手 ，GZZ， 台港澳飞客，胜败难免。不能贴吗？真的不能贴吗？我好想贴哦。嘿嘿，这到底有病的是谁？到底有病的是谁？艾瑞斯每次就会密我哦，你现在一定跟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要不理我。啊，怎么都不回我？你一定在另外一个 DC 群疯狂冒泡，然后不理。我本身对你来说是个错误吗？哎，避免这种误会发生啊！我们不能有第二个艾维斯出现，我们就创个 DC 群。我今天打不死。哦，暴打天使，在暴打天使。那他们两个是抢的吗？听说詹家姐妹哦、喔，没错、拿补助蛮强的。懂那条根本没修好，懂那条怎么没动？被我抓到。不是哎、欸，你实况什么都是坏的哎、欸。懂那条也没修好，佩佩哦也是坏的。我很努力在修了，我就是很努力修，然后一直没好，所以。不敢开台啊！大家可以体谅我吧。哦。我不行了，我又不会西字跳了。不是你右键放开啊！你的手不要粘在右键上啊！哈哈哈哈哈哈！放开你的右键，等一下。主播慢一点，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样不会过关啊！你慢慢来啊！好，你慢一点，你慢慢一点，你慢一点、啊。深呼吸，深呼吸。我很冷静啊。看不出来啊。我那个第一代南霸天有没有？丁特、Wings、God、JJ、我、火龙，现在大家都发展得很好。所以我没长进，被丁皇欺负。哦。
感觉史丹利也是真的实况组界的天才。我看史丹利现在开台那个实况左下角还有一个 QR code 给观众扫码，这样观众只要扫码就可以直接抖内了。然后他那一台还有卖那个赎罪券，给那些死黑转为死粉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改过向善，只要花钱就能消灾，就能解ban。对面打的是真稳啊，完全不给机会，机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傻逼。这个人台湾人，中国那边会打傻逼吗？中国那边好像比较喜欢打新台币。其实 NT 是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新台币啊，另外一个意思是 nice try。 NT 意思其实是说队友怕他毁败。热潮 W 挡掉，小菜一碟，我不太能惹他，不管了，我要惹他。你还敢打我？高歌离席，缓速，再见。露露来喽，打一下。哈，我是真的有够硬啊！进爪死喽！哎，我觉得赢了，这波这里只要不要让对方走就好了。游戏结束。为什么要讲英文呢？Good 是什么？ Good 就是 good 吗？ Good 是正的，就是 good 的意思吗？ I is no。 为什么 I 是用 is 啊？他是我完全看不懂在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来呛人？为什么你不能写好一点？你这样没有效果了呀。那你不能怪机械代台耍白痴。我就是当聊天室的时候我就想耍白痴啊，当台主的时候你就会想骂耍白痴的人，不是很正常吗？这才是个正向循环呢、啊。我在做什么事情就要什么事情的样子啊。光当观众的时候干嘛耍白目，开台是看到耍白目就骂他，但是私下关台之后去别人台耍白目好爽啊。NIP 谢谢你的50万，谢谢你大凯。我最近越看越觉得 J 群的 CP 不管怎么配对都很香、啊、怎么会这样？你有头绪吗？有，你有病请看医生。有病啊、欸、为什么大家都假鬼假怪的、啊、到底是什么状况啊？一直假鬼假怪是怎样啊？你们可不可以钱鬼钱怪哈、啊、一直给我钱好不好，不要一直假好不好？钱鬼钱怪可不可以啊？我的天哪！哎、欸，反正周刊卸了吧。哇，不会吧？哎、欸，这个人在拆，他在拆我的台、欸。我靠！我这个人，我靠！少爷看起来好震惊，他在左上角一个死肥宅样子，还很震惊。你看那个伊泽瑞尔，伊泽瑞尔在。你要开大吗？哎、欸，对对对。我以为你会帮我看他，我就啊。我会帮你开大。哎、欸，我怎么零个？啊！到底谁在护我？哎、欸，我真的厉害了哎、欸！皮卡丘，拉达，什么皮卡丘？什么东西？哦，皮哎、欸，他真的换一个拉达加皮卡丘的尾巴。皮卡丘，到底在干嘛？哦，等等 ，Peko 现在很气，他在你身后。我跟你说 ，Peko 等一下就出来了。要变下去
检讨还在那边偷看台，没事啊，他们检讨你们的，你风之谷先开起来啊。好像也不行哎、欸，检讨的对象好像一直都是仙女这边哎、欸，你应该会很常被那个问话吧？哎，丁丁，你这边怎么在搞？哎，丁丁这边怎么在搞啊？哎，今天没开路很贵啊，感觉很多人就会今天开送。有啊，他们刚才已经送完了。说不定我没开台，也有人送我订阅，我看一下。太夸张了吧？你在做梦是不是？希望，第一台就感觉有可能了吧？怪的，冰雹总在这都怪怪的。嗯，他有三个大将军，说出是哪三个？不然你问丁义啊，丁义你那三大将军 OK 吧？三大将军应该送烂吧？你三大将军啊，他们吃烤肉的那一天，施主啊，那个熟了没？那个好了吗？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我们去接一群尾牙，我们那一桌坐了谁？接我、胜败、丁义那三个，就是等着动筷子，三个在那边等。哎，对，没有人要烤 ，OK。应该说，哎，也没有人会烤，哎，也没有人会烤。平常如果我跟冷杰去，或者是跟阿狗去，他们都还会烤给我吃，我就说啊、哦，我不会烤，我不会烤。但是真的遇到三个完全不会考的人，我突然会了。你们被吹好几年了，我告诉你，吹到都烂掉了。我从小到大都被说帅哦，讲了二十几年，你们现在再说我帅，我也没什么感觉啊。哎，我最低限度会给个六十分呐、啊。反正之前有一次，玩完接群之后，阿杰又跟我说，好，你玩游戏要再认真一点呢。腰不好，没事，我们找腰好一点的女朋友 ，OK 吧？对嘛，我们柔软度不好，对不对？就找一个柔软度好的就可以了。哦，感情就是这样，要找一个可以互补的，是不是？哎呀，大道理都出来了。规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伤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细仔狗，水无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轻巧。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爱着你我不顾一切，永远那个他，我愿付出所有，我不能没有他。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如人。那我就来小秀一首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
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哦，你又擦肩而过，这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也没听过这首歌，我也没欠你，没有倒唱哦。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茉莉被激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不亮我们勇气的未来。茉莉被激光，闪烁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终于有一首会唱的。丁义应该是很，我怎么感觉丁义很像是那种之前会这种在那边骗人家钱的那种人妖啊。然后刚好大凯就是那种刚好会被丁义骗到的那一种，一台主机又被骗刷卡。哦，大凯冤大头啊。